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叫我 Wiz。今天我发明了枕头，这个枕头还给你们很舒服的枕头。今天刚发明的这个醋的这个枕头，名叫枕头好好。那么这个枕头好好呢，可以给你大家可以睡一下，然后跟这个枕头也是可以给你们抱抱一下，睡觉一下，来给大家感觉看一下啊。也是可以这样子，比如说你拿枕头放在下面啊，你拿枕头放在下面，你人可以这样子睡觉，想到你的 idea， 想到你梦想要成为什么，想到你要什么，反而呢，你们睡觉的时候不觉得很想要闻它的味道，也是可以闻它的味道，它味道很香。那么你要用它来怎样呢？你可以用它这样子包，还是这样子，哦，然后你也是可以睡觉的时候，你也是可以这样子包哈。那么这个呢，其实是你们自己也是可以去外面买，也是可以这样。不用紧，但你们现在 MCO 都不能出去吗？如果你们去 MCO 没有回来的话，你们就找到，那么你们可以在家做这个咯。喜欢影片呢，记得按赞。我们的公司名叫好好。